2012年啊，就5月1日，呢、這個黃毓民、黃仁達嘅黃大仙辦事處開幕，咁就係、是、我而家仲爭1分鐘係踏盤啦，一分鐘嘅踏盤，咁就嚟到已經堆滿好多呢、這個喺度圍喺度道賀佢嘅人啦。辦事處就話喺呢個飛鳳街啊，呢個辦事處仲未揭幕嘅，咁就個儀式。阿司徒生，你好 ，hello， 係啊，咁啊開幕啊，恭喜！恭喜我啫，咁就現在是點半鐘未夠的，咁又啲人陸續緊嚟緊嘅，1:36可能咧就頭先係排隊攞面嘅，已經快曬㗎啦，咁就有啲人咧，啲人堆滿曬，堆曬一個畫，咁啊仲爭20分鐘就開門。支持者嚟道賀啦，道賀個辦事處，道賀辦事處嘅開幕啊！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小心啲啦，大家小心啲得啦嚇，慢慢，小心啲得啦。哇！識聽，因為我媽都學開，自己搞多年㗎啦，小心啲得啦，大家。跟住就係一句係消息。差不多2點鐘，咁啊，辦事處兩邊嘅路邊咧都堆滿咗啲支持者，開幕儀式，都冇線。冇線啊！呢架車嚟，頭2點鐘嚟到。
係啊，今次呢個佢開啊。我都是六四七一在搞的嘛。哦。講想講嘅，講想講嘅，講想講嘅。喂，嘉賓啊，頭先黃宗文未到。啊，咁啊，黃宗文都係。啊，唔該，唔該，謝謝，唔該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飲啦，飲啦，飲啦，要有多啲啊！好，幾萬先啊！